谢多贤，为学众生修普贤行，生大自宝，于心中植无量心，随其意志，随其分别，随其种类，随其所作，随其业用，随其相状，随其视觉，种种不同，每部明见。这一段承接上一段的，说是在修普贤行的时候，避免几种过失。在修的时候啊，如果是心、思维与法与意，法里头含着意，与那个意相违。有过失，过失啊，叫心与行，心行与所做的事不相违。道理这么讲，如果你在礼佛的时候，你观想是佛，我要礼阿弥陀佛，观想阿弥陀佛，不要观想释迦牟尼佛。如果你礼阿弥陀佛，观想的是释迦牟尼佛，相违。当你拜的是观世音菩萨，身体拜的时候，你是大悲忏拜，但是你想到地藏菩萨去了，相违。这要注意的，就是思想要集中。离一些个过失，离了过失了就产生功德。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有一个新来的道友，如果你不理解，你默念了，就念普贤菩萨，这个是你不能理解的了。对，用你中间来听啊，徒也来听一课呀。没办法进入啊，那怎么办呢？多念普贤菩萨，请菩萨加持你开智慧。但是你要生个赞叹随喜心。说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以这个什么执着都没有，这个心呢是堕入是解脱的，没有疑惑，断了惑业。这是十回向菩萨修行的，发了菩提心，在行菩萨道，在十波罗蜜当中第九波罗蜜要立波罗蜜。那前头我们讲的很多了，不思禅净忍辱解脱，那都是前头的六波罗蜜头，华严经讲十波罗蜜，从慧的方面开。开一个慧力愿方便成为十，在华严经都讲十啊。但是对这一些境界相呢，无着无否解脱心，这是根本心已经解脱了，而还再去观一切法，是以这个心呢为基础来修的普贤恒愿。这会儿升起大智慧宝，大智慧宝纯粹光明照亮，像咱们大家读心经的时候，观自在菩萨以身般若波罗蜜，这都是身般若波罗蜜，那就是
没有执着，没有束缚，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色受相，是以空无相无作大愿力，这叫无作无佛解脱心。菩萨在行一切修行的功德的时候，没有为自己，都是把一切众生摆在前头，是为一切众生行菩萨道，为了救度一切众生修普贤行。在华严义，一切是度众生。在他一心中，一心中有无量心。这不是咱们在学金刚经是什么，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了不可得。在华严经是讲大用的，在不可得不可得的心中，执众生无量心。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不知道众生心想什么，那你说法跟众生不契机呀，对他不契合呀，必须指着他的心呢，给他说法呀，而且菩萨能随顺众生，随他所作所住依止啊，依止众生。你要度他呀，度一些众生。咱们大家都常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到这个世界来，跟极乐世界完全不一样了。观音菩萨到这个世界度众生，一是这个世界众生，随众生的意愿，随以众生的缘。这有菩萨示现的三十二应啊，那示现女人身呢、那是就是随顺众生而示现的无量心。随其分别，随其总现。所以咱前头讲很多了，说众生分别是想些个什么，况且我们自己连我们自己想些个什么自己都关照不到啊。那无量个人呢，无量众生呢，就是无量的人呢，那他们依止的处所，菩萨随顺他们，他那心里的分别所做的各个种种业，业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了，但是各个种性不同。这个说浅显的民族性，各个民族性，随他们做什么，随其所做，还随其业用，业用做是作业，业要产生效果，效果就是业的用。各有各的相，各有各的状况不同，随其思觉，思觉就想法啊，他思想觉悟的程度，看问题的看法，种种不同。但是行菩萨道实回向力度菩萨，他以无作无佛的解脱心，这个心就是智慧大智慧心呢、要达到无作无佛，这不是二乘人啊，二乘人做不到的，也不是一般菩萨，全众菩萨，唯止华严菩萨说的，他这才能随一些众生，满众生愿，无论他想做什么，做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思维的什么，菩萨一一皆随他的愿，是一种啊，以无作无佛的解脱心，成就普贤大愿自保。
常就是大自之宝，这个是大愿之宝，最大的愿是什么？成佛，不是四件相，也不是求二生了生死，也不是求全成菩萨，专求普贤横愿的菩萨，所以他举成就普贤的大愿之宝。现在咱们讲愿波罗蜜的时候，没提到普贤横愿，现在到这个利菩萨、利度菩萨啊，那就讲利用了，所以他特别都突出普贤大愿，那马上就进入登地了，所以不能究竟成佛，他可以成到初地菩萨，正得佛的十份当中的一份。现在他回向满心，回向，把他所有回向的功德都回向给众生，与一切处，处就是十方法界所有众生，各有各的住处啊，各有各依止处啊。前头叫依，这个不说依，说处，就是能知到无量不可说处。处处好多呢，说不尽的了，是不可说了，不是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说语言表达不出来，无量处，与一处，说在一个地方，例如说我们在现在五台山，菩萨寺，与这一处，能知道。不但咱们中国全国，乃至这个娑婆世界的小地球南阎浦提，知道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东方啊、西方啊，东方琉璃世界、西方的极乐世界，那个处所、世界的状况，前头咱们讲了，眼世界、福世界、大世界、小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都能知道，就是一。行力度菩萨，他能骗制一些处，因为他要成就普贤的大愿力，直到一切处，才到一切众生教化度脱那些众生。但是有个基本前提啊，凡是咱们最近所讲的一段，都是无着无法解脱心，不是咱们现前咱们这个心，咱们这个心有执着。这个执着是执着什么呢？空间、时间、地点、条件，什么都执着，自己内心里头执着的很多，不是解脱的，是束缚的。因为咱们是学，学什么呢？学达到无着无法，这个心是解脱的。解脱的含义是没有一点的障碍的，所以在一切处一切事。利益众生，说难调的难能调，说最难教化的能教化他，乃至于地狱处、恶鬼处、畜生处，那人类当然不需要说了，你这个心能知道，能知道，就是他因为要想成就普贤菩萨大愿智慧宝。但是他心呢，已经无着无法解脱心了，但是距离普贤横愿的智慧还很远很远。他有好几十个位子，有师弟啊、师通啊、师隐呐、那后头还有好多位子。直到处是这样子，直到众生所作的业，业就是业用。所以说造业了，造一造就有业，心里想就有祸，没有成业，但是一造发出于身口，那就叫业了，业就是用，
但是这里头有善，有恶，善的程度不同。然后刚信佛就是善，受个三乖，入了佛门。这要经过呀，咱们佛教经常讲，不是以年来计算时间的，以劫来计算时间的。时间很长，不是凡夫的心所能知道嫉妒出来的。在这个中间，在你所做的一些事业当中，不论多少，能知无量。现在咱们这个地球上60多亿人口，60多亿人所做的事儿，在一念之间菩萨全清楚，众生本身并不知道。所以菩萨能知道无量不可说不可说的业，知道这个业用。业是怎么成的？业必假缘，缘能成就的。咱们怎么成就咱们这个身体？咱这父母所生的，妈妈生的，这个你只知道生出，你不知道它的缘。缘呢，就是过去的因，现在这个缘成就你了。缘有多种，无量的缘。生畜生道去，为什么生下猫道去，生下狗道去，乃生哪一道都如是，生到人道，光个人道就说不清楚啊。我经常给大家讲，就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民族大的说来几十种啊，但是总数了，咱们是西藏的藏族，咱们就知道西藏的藏族那多了，种族很多。西藏的昌都地区有69种族，对，在那昌都一过，西藏嘛也管不到，有69个民族的。然后青海的玉硕，咱们知道就是还叫他藏族，他不是的，他29个民族。就管我们这个，就管西藏的100-200个种族，咱们只管叫他种族藏族。他们说汉族，这汉族很复杂的，现在还有这个什么满清的满族人还有吗？这才200-300，才亡了100多年呢。藏族人本身他也不承认他是藏族了，其实他是满族。现在藏族人有些个他在内地久了，他也不称他满族，称他是藏族了。还有他一共康区也是藏族，但是他还有他的民族，还彝族。你说我们知道他是就叫彝族，彝族有96支，96种，每一种又分32，那多少种族啊？一个山沟里头住着几家人家，又是一个民族种族。说类似这些个，我举这些例子做什么呢？众生之多呀，那菩萨呢完全清楚的，他各个所住的业也不同，业不同就是他所的信仰所做的事儿，他所行动啊，行动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他的思想说跟咱们想法完全不一样了。看一些事物，看一些东西，咱们的认识上，在认知上完全不一样。和世界美审美的观点，哪个种族的人审美观点都不同，这叫业缘种种造作。我是举这个例子让大家明了的意思。这叫什么呢？明了之见。
明了之见翻过来说，就是你看问题的看法啊，看得清楚，不但看得清楚，还知道很彻底。但是你有这个智慧吗？我经常说，自己还不认识自己，你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你还能认得别人吗？菩萨大不同，不占人类，畜生类，地狱类，恶鬼类，那很多各个道都不同，特别鬼类，鬼类，张总说是怕鬼，鬼怕人呢，为什么？果是鬼的阴气很盛，他见不得阳气。假使把你进入那个，不说太高了，上千度温度不说了，你进到200多度温度里头，你进去受得了吗？鬼是阴气很盛，他不能见到阳的，说不要怕鬼，何况鬼也没有。鬼比人类多的无量倍。为什么？蚂蚁死了它还变鬼，也是鬼，道鬼都平等了。咱看那蟑螂、小虫子、小蚂蚁，它一死后啊，都鬼同了，同是鬼。天人、阿修罗，这些人死了还仍然都到鬼道。我说鬼在超生，看他到哪一道去吧，到畜生道啊，到什么道啊，各个不同。咱们这个心呢，是有着有束缚，不懈脱，对一切法上知之很少很小。所以要修行普贤法的人，修普贤行的人，你要明了一切法，明了一些法的智慧，但是一些法宗，知道不可说不可说的法，法是什么呢？就样子，种种样样。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法，说两种，一种是心法，心法就是我们的心啊，一切众生心，众生心。对，这众生心也包括蚊虫蚂蚁一些小动物，一些小动物你要逮它，它要逃跑的，它你逮到它活不成了，你要把它消灭掉了。微生微死，一切众生都一样的，这个法咱们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它什么因缘变成的蚂蚁，变成老鼠，他什么缘变成人？他为生到边地，文化没有，他为什么是富贵家？他为什么偏生贫苦家？这些个就叫一切法宗。这个说不清楚，就不可说，不可说，不是一般凡夫小乘。一般的全程的菩萨所能知道的，这都是说的普贤菩萨，学普贤法的大菩萨，这叫环境的十回向位，第九回向位的菩萨。他能在一法之中知道不可说不可说的法，为什么？他知道这一法的性跟不可说不可说的法性是一个，向上不同，但是它不超过。就像咱们不管咱们现在有500、600、700、800、1000，咱们都是人，这一法同，这是相同的，各是各的相貌，是不相同的。每个相貌就代表每个人的心理思想想的不同的，各想各的事儿。这叫要把这些所有人的想法都把它说清楚，叫不可说不可说，
与一法中尚且不可说，那无量法就更不可说了。这个无着无法解脱的众生，就是大菩萨。与一切法中，他把它总摄起来，一法，无量法与一法，一法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的法，在一法当中就知道不可说不可说的法。为什么呢？他无数法，咱们讲空，空嘛，一切法没有嘛。但是他怎么空的？空要有因缘。佛说的空，后头跟着不空。说空说不空，不空跟空合合一起。那种说空表现，表现法的，说一切法因缘所生的，是幻化的，不是真实的，不是把这个法把这个样子坏了说它空，当体就说它空。另外呢，有种空呢叫分析的空，经过分析它不存在，说这个桌子除了木头除了人工还有漆，很多法合合一起的，要各住各位，木头住各住木头位，人住人位，没有人工，没有人工加热，这个桌子没有，说成就了，成就了，也还是没有，合合而生，说因缘所生法，以佛所教授的，我说即是空，这样不存在的，不是把它拿火烧了才空的，不是耐空，而且佛教所说法空，跟我们经常说是空，不一样的。佛是让你空他的相，认识他的性，认识他的性，就一切法中都有法性，那个叫法性。一切有形当中它都有性，那个性叫佛性，都是一性，没有两个的，是这样说无疑的。如是诸法各个差别，此法不同于彼法，现在可以想想，你脑壳不是脚，不是脚，脚也不是肚子，就是人身上各个部位各住各位。这大菩萨因为他无着无法，他解脱了，他在一法之中能住一切法。怎么知道呢？他从他性上知道的。他性上什么？生灭法，因缘合合了生起了，那因缘别离了呢幻灭了，这属于生灭法，所以叫他空。是吧？他这样的于一法指一切法，一切法指到一法，是从体上理上了之的。同时各个法的差别，各个的差别，菩萨他在一切法时候形容自在，大菩萨更不自在了。他能够把这个屋子变成了一个国度，而且屋子也不小，国度也不大，又能把一个国度变成一微尘，一微尘变成一个寒毛。咱在华严经上经常这讲，于一毛端现宝光刹，于微尘里转大法轮，含义就是我上头所说的，而且互相不相违。你不要去起分别，不要去执着，一执着也就不通了，不通就是障碍，叫有法，有法就有执着，有法有执着，你都解脱不了，解脱不了，有生死，有老，有小，有病，有死，不执着呢？不执着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达到不执着。
说你平常是看开一点，放下，看开放下就自在了。嗯，头几天我跟大家讲，不要讲我，没有我。嗯，这个问题很普通，但是在做观想时候，大家观想的很少。如果分析起来，你坐这想吧，不要想别的，就光想你自己，想你的身体，嗯，啊，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鼻子，全是我的呀，全是我的。我在哪儿呢？禅宗分析就这样分析，先分析，而后你找原因。我的眼睛绝对不是我。眼睛没有的瞎子，你问他看见看不见，他说我只能看见黑暗，没有光明。见有两种，一个见明，一个见暗。耳朵听呢，一个有声，一个无声。说听见没有？没有声音，我什么都没听见。这还是听见了，听见无声，都是两个，但是都是我的，不是禅宗参禅，法上头说讲经时候也都在参禅，我的不是我，我的眼睛只能是我的眼睛，眼睛不是我，我的耳朵，耳朵也不是我，我的脑壳，脑壳也不是我，你把他们都分了开，都是我的呀，那我在哪里？合到一起，合到一起有个我吗？你们有没有达到无我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了，达到无我的时候，但是呢，有一种，还精神病患者。那不是悟得的，精神失常了，失常了，这叫无着，不执着我，无着，我都没有了，谁束缚我呀？无着无佛，这才叫解脱，对，任何事物不起执着，你如果平常关不起来的话，那这都是我的，我的不是我。说离开这些我的，那我在哪里呀？等知道了悟了，这就解脱了。这样修行普贤的智慧啊，渐渐入门，能修，必须得建立这么个心体，才能修住到菩萨行中。修了菩萨行，就修普贤行的时候。具足了普贤的耳根无奈，能在这儿听到阿弥陀佛说法，听到药师琉璃光说法，听到不动世界说法，所有无边无量世界诸佛说法，普贤菩萨的他是耳根无障碍的，诸佛说法他都闻到了，而且听到一句话一个言中，知道不可说不可说的原因，在一个眼睛分辨出了不可说不可说的原因，这个不可说不可说的原因呢，太多了，太多了，咱没办法了解。咱们这个世界究竟有好多语言，专门研究语言学的他也不知道，他没办法，因为他走的地方还是少。咱们都是光中国话叫汉语。汉人的话，这个汉语的体系包括很多很复杂的，哎，我刚才说藏语体系、汉语体系还彝族体系是咱们中国所流通的大的，像我有一个地区各个地方有一种语言，福建省就好多语言，广东省有好多语言，到过福建，说在福建来的道友他都知道，就在福州到这厦门这一路上，
他100多公里啊，300多黄里啊，不到400里啊，嗯，好多个语言呢、啊。从抚州出来，抚清县，抚清县话就不一样了，嗯，抚清到莆田，莆田又是莆田跟仙游两县交界，仙游是仙游话，莆田是福建话，一县这个村子跟那个村子语言都不同的。仅属这一种啊，说那菩萨他那个大，他那个大智慧，什么语言他都通，什么语言他都听得懂，他耳根无奈，咱们说无障啊，无奈呀、啊，就是能通。嗯，有些人他有特别的那个智慧，也特别智慧，嗯，说他到。以前人给我讲一个，嗯，他到这个英国去坐着轮船，那时候轮船得坐2-3个月，等他到了英国去，他会了英法德意四国语言，就在轮船上学的。这人的智慧不一样了，这叫智慧，咱们说叫聪明，嗯，在我们佛经讲呢，前身他的学业不同，所以语意言中能知道不可说不可说的言音，在这言语当中无量无边种种差别，他的耳根全能辨别，一点没有执着，没有障碍。如一言音是这样子，与一切言音悉已入世，这叫普贤横愿。以无作无否解脱心修习普贤，其普贤行，那普贤横嘛，就是法门说的，有作用说嘛，利用说嘛，就叫行，行是运动业啊，就是你修行的时候，想要修行普贤的法门，又要得住在普贤地上，入普贤地。这样子在一一法中随便哪一法嘛，都能够修习普贤行，演说不可说不可说，在一法中演说无量法，用普贤的智慧行普贤的横愿，所以演说一法能演说无量，也是无量法，因为这个法所演说的法，它的广大，它的无边，它的种种差别，一件事，各个的民族，各个的人，他起的业用不一样，这个大家都明了了。从我身边所有一些事儿啊。可以懂得说那法呀广大，差别无尽，要想把一切法归入佛法，佛法嘛就是觉悟的方法，让一切法都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它的成长，它的升起，到于它的消失。所以菩萨说法教化众生，教我的什么呢？教他有智慧，不是菩萨带头去做，菩萨不能代替的。教你些让菩萨跟你说方法，礼拜呀、磕头啊、读诵大乘啊，他只能告诉你方法，让你自己觉悟，他不能包办代替呀。这个道理大家可能都懂，是吧？每个人都自在乎他的。儿女，说我们出家没，出家人没儿女，出家人没儿女，他哪有个徒弟呀、啊？他对他徒弟也如是啊，他收的徒弟他就耐乎，别人徒弟呀、啊、他不大关心，这跟在家一样，在家一样，但是你只能告诉他方法，让他学好，你不能代替他，我静坐好是办不到。
而且自己总感觉自己个好人，每位人每个人呢都感觉自己是好人。但是我们用我们佛法的学佛法的观念再看呢，好人没有。那佛所教化的就把所有的不明白不觉悟的人，那不觉悟的人都是坏人，他把他的知见坏了。咱们要说分辨好坏人呢，杀人放火偷盗抢劫做的不合人情的事儿叫坏人。那佛教说坏人呢，说你不觉悟不能明心，那你所的做的事情啊都不合理，不合普贤恨，那就叫坏。坏就是不清净。你学了佛法觉悟了，觉悟就清净了。因为这样的来解这一切法的差别相啊，无穷无尽的。那菩萨他教化摄受众生的时候，他有不可思议的方便善巧，应以合法得度者，菩萨就示现合法，不是说以一法普遍教授众生，不是的。这个众生坚贪不耐舍，那菩萨才跟他说布施。这个人很懒惰，不精进不精勤，菩萨才教授他要精进。这人嗔恨心很重，菩萨就教授他忍辱。应以合法得度者，菩萨就示现教他修合法，不是普遍的，因为说法，因为菩萨必须得知道广大法种种差别，因为他摄化众生，众生种种类啊，那菩萨还知道他最喜欢什么，菩萨就给他说，说什么法，不违背他。说你要救个这个众生，这种耐体育的，你说教他参禅打坐，那办不到了。他喜欢体，那菩萨就实现体育啊。教他说你这体育不高明，学习我们和尚太林拳吧。少林拳很高明，他高兴了，还比划两手。那他一打打不赢你，那他就拜你为师了。这个众生身体不好啊，很喜欢清静静坐，那你就教他思维修了，关心了，是吧？菩萨有种种方便，对众生叫相应。先话就翻到印度话，就瑜伽。咱们现在在美国很多修瑜伽法的，就是一修就相应。相应呢，是你用犯善巧方便适合他。菩萨度众生不是让众生烦恼的呀，菩萨度众生先让众生第一个欢喜，欢喜众生才给你接近，一接近了慢慢的引诱他学入佛法，是吧？先以欲勾牵呢，先令入佛道，事先呢都用他喜欢的。你怎么知道？大菩萨他才知道，咱不知道，咱不知道众生心里耐什么，喜欢什么。咱们是看现象，菩萨是看本质，从他心，乃从他过去生，能够一生两生，乃至千百万亿生，他有惯例，叫习惯力量，完了引诱他入佛道。所以随众生他的欲望，随他的理解的能力，随他的根性，还得认识时候，什么时候？当众生受苦受难很严重的时候，他想求解脱没办法得到时候，这个时候菩萨给他说什么，他非常信。在菩萨救众的时候，为什么说先在众生苦难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无求无告的时候，这时候他信心很坚定，这叫随根随时，
菩萨你得知根呐、啊，得知实啊，不是随便开口的。因为他正在玩得很高兴，你给他讲修行讲苦，他信吗？绝对不信。当他在苦难的时候，你给他说你这是造业的，你赶快停止吧，停了业就能得好处了，被关在监狱里头，你想得救啊，得放出出去自由啊，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就行了，他就信了。到这时候以佛的音声给他说法，众生他的得意，他就能得理解力了，他就能够接受。我们都是说学佛所说的，行学佛所行的，佛弟子嘛，要照着佛所说的话去做。一个佛入世，一个佛的道场入世。道场呢有说道之场，是专门说法讲经，是说道场；有行道场，就是修行，这就包括很广，说别离说，分别说。那我们那念佛的道场，我们那学界的道场，我们那学环境，各个场所不同，但是都是解脱道，都是佛的音声，都是佛所说的法。但是众生的要义不同，他有愿意学戒律的，有愿意学华严的，有愿意学净土的，随其所欲，难他所欲的道场当中，让他们满足。满足是意思啊，就是他愿意去愿意干的事儿，让他去做，他当然欢喜了。他不愿意干的事儿，你强迫他去做，他不欢喜的。咱看着不是出家的道友们，信佛的道友，你强迫他出家行吗？就是自愿发心的。一切事物都入世，但社会上可不行，说为了要挣钱吃饭，不愿意的，不愿意也得去做呀，找工作不容易，找不到、啊、那叫不懈土，就是有数法性的。佛所教导我们的也入世啊，佛所说的法，众生他愿意听，他就能入道，都不是很普遍的。像我们信佛的人要学佛法能有好处，能得解脱，能够断烦恼，不信的人他不听你这套啊。所以佛以妙音声能使令不可说不可说的道场众会无量众生皆喜欢喜进入佛门的啊，他闻佛的音声那是看见经，是那佛的音声呢，现在你可以看经，经就是佛的音声，把音声变成文字。如果你用佛的放音器把它放，把这经声放到放去，那个音声也变成佛的音声，佛说的。你这样呢，随时随地给一切众生说法，令这个所有一些道场，这只是佛的道场啊，众生有缘的他能接生欢喜，无缘的他不能进入。所以咱们有一句俗话吧，大家都说的，佛门广大难度无缘的人呢。众生一切苦，像普贤菩萨、文殊、观音、弥勒、地藏大菩萨都发愿带众生受苦，带不了呢，各是各的业，菩萨想代替办不到，那是只是菩萨的愿。就是在石灰样
普贤菩萨十大愿中代众生受苦，嗯，但是怎么能代啊？嗯，但是菩萨的愿是代，菩萨的神力，嗯，愿意代众生，你得有个因缘呢，没因缘他代不了，无缘难度，不能代替的，不能包括代替的，嗯。阿兰在楞严经上说啊，我因为我不修可以了，我入不着修，将为如来会我三昧，将来啊佛就给我三昧，岂知啊身心本不相待啊，是身跟心两个是不相干的了，佛不能代替的嘛，佛在很多经论都这么说，说能够说法众生上不能代替众生受苦，说佛菩萨代发大愿代众生受，那只是愿，或者这个时候跟他稍微有点结因缘，那么现在就求什么呢？我们说三宝弟子，凡是三宝弟子，此时三宝弟子就跟佛法僧三宝结个缘，缘解下来也得解脱了，他不能代替，不能代替，他度你警觉你教育你，让你自己去做，让你自己消业障得智慧，也算代替吧，有这样的代替，一个佛说无量菩萨充满法界，立殊胜智，生广大见，究竟了知一切诸贤啊，诸普贤弟，说这大菩萨啊，在一切时一切处，以佛的音声来化度无边众生，令众都生欢喜，在一个如来所入世，无量菩萨充满世界，就是在一切处一切时，利益众生。但是这个见呢，这个见就是你看一些问题，看一件事儿，你看法，那你一件事情看法广大之见，看任何事物都能以佛的智慧，以普贤的智慧来观照觉了，那你所做的事业都用普贤的智慧去做，这样的住普贤地，渐渐就得到普贤的智慧，得到普贤的福德，那就能成就了。这时候这些菩萨随他所说的法来利益众生，念念都能得入，菩萨本身也能够证入，证入一刹那中增长无量不可说不可说大智慧聚，这回智慧呢说的很广大，智慧聚在一起叫大智慧聚。咱们现在点点滴滴学法呀行法呀，求什么呢？求智慧聚普贤横聚，把无量的咱们所行的都把它变成普贤行，把它聚在一起，聚在一起这个力量就大了。这个有一个解释啊，说我们现在信佛的人，假设说学佛法为什么有个目的的，求什么？第一个求衣食住行，想得好衣服，得美好的饮食，得很好的床帐，得很好的处所房子，但是你还得得佛菩萨，还得遇到善知识，能得到一个善知识，能得一个说法的好法师，能得到一个好同学，能让我修道，能让我解脱。而动的当中是这样的，
还有个不动的，不动的是呢，明你自己的心，你心是不动的。如果把心明了了，那你看问题看法完全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就叫什么？就叫解脱。当你看问题，这是束缚的，不往里头钻，是解脱的、解脱的。嗯嗯，那你就好好深入学习嘛。更好的还得有个好同学，法律啊，嗯，要找个好同学，搭个好同餐。但是现在很难，他不是没好人，不是这个话，很难在什么意思？每个人的看问题的看法，之间的见解，他不一样。现在人的思想复杂得很，不是，看问题不是那么看的一样的。同三道友嘛，这两个之间相合嘛，不相合，经常的逮个对儿，不是修行了，拌嘴了，吵架了。那就分开吧，是吧？善有难逢，逢好探有很难。嗯嗯，能够有这六种都具足了，饮食也很好，穿的衣服也很好，卧具床铺都很好，嗯，好处很多了，一切都如愿。但是是不是文法修行啊？最主要的还在最后哦，文法修行。长讲知识了，有政治政见，完了依照佛所教授的方法去做，先得生信。就咱们前头讲了很多很多了，信解，信了明白了，信了完了明白了，完了就是住，住在什么呢？住到自己所信的。就是我们信佛，住在佛上，住在佛上，佛就是觉，住在觉悟上。完了，这个时候发菩提心，就把这个，把你这个心呢、啊，住到菩提心，把这个烦恼心、束缚心，把它卷成菩提心，卷成觉悟心。完了，而后你这个觉悟心去行道，这叫真正发菩提心。而后经过实住一位一位的修行，照实行，完了依着所发的心去做，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菩提行，行了菩提行了，那就证菩提果，信解行证。那在你学证的时候，信解升起之后，特别在行的当中，行的当中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我磕个头、礼个拜、念个佛，这就叫修行了。这里头还很多障碍呢，无始时来业呀，从无始时间你所造的业，你要行善跟他断绝啊，他就出来给你做障碍啊。这业障业障，有时候心里的升起的念头，不好的念头，那就惑障。有惑障，造了业，一定要跟感念苦果，感到苦果，那个苦果呀、啊，就是报障、惑业报。这三种，你想成道修行。想了生死，断烦恼，证菩提，那么容易啊，这些障全出来了。所以在普贤行，咱们现在所讲的，都是要以无作无否解脱心。这个心呢、啊，必须经过发菩提心。你《华严经》一发这个发菩提心。咱们现在这个发心不是发心，或者实心满了，满心了，信佛信到什么程度呢？乃至宁舍生命，当到你受了生命的危险，
被那怨敌要求你，嗯，说你要不信佛，我就不伤害你，不杀你了。这时候你就不信了，保生命啊，那不算有信心呢。我以前跟大家讲，那叫墙头草，不是扎根的，没善根的。嗯，哪方面要随便倒，要业障发现的时候，嗯，那你必须得这个克服，才能够离开世间法，进入佛法。明白世间法，得有智慧，那个之叫世间法微细字。说我们说是开路了，大菩萨了，不能成为大菩萨，开路得反过来到世间度众生，产生的观熟体，观世间法就观熟体，那个微细的智慧，那才叫大菩萨。嗯，咱们现在这一段呢，就讲这个问题：以无作无法解脱心，助普贤菩萨大恒回向心。现在咱们讲这个普贤十大回向啊，嗯，咱讲了好几个月了，还在十回向里头，现在快要完了。嗯，因为我们平常不会回向，光知道做。不知道你做完了，把这个回向比做的功德大得多。但是呢，要住在普贤行的大回向心，不是一般的回向了。嗯，当你在做一个修这个回向时候，就是得到的时候，世间法的微细字，世间法多得很，微细的妙智慧。观世间一切形象，一切境界相，都叫色，得色的甚微细字。色的微细字还包括你的身体，身的甚心微细字，很微细。你能数过你身上多少毛孔吗？你知道你脑壳长了好多头发吗？孔夫子行教化的时候，让一个七岁小孩把他难住了。七岁小孩叫什么？叫相陀。那孔夫子那时候，孔夫子还坐个车了，牛车马车了，没有汽车啊，没有汽车。车走在路上，那相陀呀就在那路中间拿石头摆个城。拿石头摆个城，摆个转圈画个圣像，他就坐那儿不起来。给孔子推车那个子路，哎，说小孩你起来，我们过去。他说我起来干什么？在哪儿过啊？他说你把我们路上挡着了。他说这路是你的吗？嗯，子路答不出来，他跟孔夫子辩论呢。是吧？孔子说：“思相陀，就从这段故事上，嗯，相陀就问孔子：‘是先用你的车来我路上啊？是我先修的这个城在我这路上，哪个在先呢？我不知道你要来啊，我知道你要来吗？我修的城在前呢、啊，你来走路在后啊，你要着走啊，你那车能在城上过吗？”跟孔夫子辩论呢，辩论呢，啊，完了子路过来帮腔，说我们夫子可是圣人哦，哦，什么都知道，这样说了半天，相陀就问他知道什么，他眼睛前头眼眉好的根，他连眼前眼眉好的根都不知道，他知道什么？什么圣人呢？这是个故事了，我讲，说你自己要求解脱。你连你的毛病都找不着，你怎么解脱呀？嗯，连你自己的身你都不认识。嗯，你知道这是假的吗？这个话有人学着问过老法师，你身上有蛤蟆好的呢？我84000。
他说对吗？我说你来数吧，不信你来数数嘛，看我有好多根。他说我哪有那时间跟你数？我说你没时间数，我就告诉你，你就信吗？你也不能说你就信吗？后来他跟我看，他说你怎么说八十？我说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我说答你是理上答的，这次八万四千法门你要同意吗？你要知道我身上有好多汗毛了，你没通啊，没通你当然不知道。所以有些个问号，这是无知的了啊。说这叫微细字啊，你没得到司法的微细字，你怎么能知道微细的？就是你的身体，一切色就是境界相。假使有人这么问我，你怎么答？你可以答他呀。啊，我们佛教有很多话答复他呀。心能转境就通如来，被境转了就是众生，一切色不存在啊，色法不存在，那它可坏的呀，必坏。因为色无定色，它不是定的。你能知道它微细，但是你真正要求的那佛菩萨，他有微细字能跟你说的一清二楚的。还有你这幼体，幼体以前不跟大家讲过了，咱们前头讲佛身时候讲过了，微细字，就我刚才汗毛好多，你身上现在的有好多血，好多骨节，早生脉斩发转筋摇，你都清清楚楚的，那头发哪天长好多，都能知道。那他问头发好多根呢，汗毛好多，那你答他没问题的，绝对答得上的，这叫微细字，很微细。身体还没关系，差。你能知道咱们这个中国有好多微尘吗？这是刹土啊，这是刹土，好多微尘成就的吗？知道好多微尘，点点的一个微尘粒都不落，这叫微细字啊，这微细字。劫，劫是劫波，劫波翻成中国话叫十分，劫的甚深微细字，甚深微细字。劫波就是十分，十没有定体的呀。他没有决定体相，就他不定。现在这个快到三点半了，能定到这是三点半吗？不错，时间是三点半。三点半我们这是下午啊，到美国去，地球转到那边去了，那是夜间的三点半，还没亮天呢，他能定吗？就才咱们这一个呀，一个小世界呀，无量世界呀，无量劫刹呀，有这个智慧都能了知清清楚楚的，这是佛字啊，那普贤菩萨智慧啊，这叫知世界字，这叫十甚微细字，还有数量，数量哪是个头，哪是个尾啊？说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定了，一就是头，十就是尾，从一开始到十。说一百个，一百个再得从十一起啊，还得从一，还到十啊。说一千个，一千个，一百个，十啊，都是一至十。说十大愿望就这么解释的，这是甚微细的了，十的微细，数的微细，业报甚微细啊。咱们一个业报里头夹杂着很多的业，这个大家可能能进入，说你这一生做了好多的事儿啊，所做的事儿就业，业就是你的重。我在美国也是跟人开玩笑，我说你知道了你自己能运转时候，你这胳膊动了好多次，到你现在你胳膊动了好多次，谁也没人答复出来，答复不出来。那在佛家呢，没有动过，从来没动过，
这不动而动，动的时候呢没有动，是这个是很微细的了。但是要问到佛，问到大菩萨，他跟你说得出来，马上就答复你了。他有时间的威胁，数字的威胁，业报威胁。当你轮转来受这个业，又受那个业，咱们什么都转化过呀，是吧？有人说男的女的，我说不定性，老的小的不定。人说老还小，那是他死了之后又来了，换个跑道，都是不定的。但是在你得有微细智慧才知道，没有微细智慧你不知道。不但别人不知道，自己经常我们听到有这么话，说你这个混蛋，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听见在旁边，我说你他不认识，你认识吗？你是骂他不认识自己，你认识你自己吗？我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个人认识自己啊？听着是笑话，大家想想，就是现在我们学了佛法了，我们也不认识自己啊。不是老了，过去古来人说60岁就老了，老了就应该死啊，老死难着呢。那有人我跟他开玩笑，他老师你好到呢，我说是贼了，不告你岁数，老而不死是为贼，为什么？经验太多了，他知道事物看见太多了，听见的太多了，就说他那个聪明，聪明，这是智慧啊。入世这一切的微细智慧啊，行普贤行的人一念都能了之，咱们了之就害怕了，了之明天遇到灾难或者有苦难，那心里还不恐怖吗？为什么恐怖啊？迷惑了，迷了才有恐怖，凡是恐怖就迷惑了。为啥？不知道是业报，业报。这个你要懂得了，没有恐怖，没有恐怖，你无所畏惧，没什么挂碍了。咱们读《心经》不说，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无有恐怖才能远离颠倒梦想。当你处任何环境、任何危险的时候，如果你心呢非常沉着，就是遇了害了没关系，还了报了，还了就少欠人家的就要还，还了就不带账了，不带账了不很舒服吗？你做入世想没有恐怖，心里头相信因果，相信佛所教导的，绝不把这个迷了，不比这个不迷啊，你什么都没有恐怖，没有惊怖。那什么呢？心里头啊，常在定，定得住，心能定得住，不乱不散，不散不乱有定力了，不足不劣，不劣是下劣的，贫子下劣比较而言了，不足呢清醒，经常说你头脑要清醒一点，就头脑不清醒了，那就乱来了，头脑很清醒，不会乱来的。七心一元。这个原念什么呢？原念的佛法，原念佛法，什么是佛法呢？觉悟的方法，心无自相，求觉悟，求明白，就再不迷惑了。心里头常时既定，人就不慌张，任何时候别慌张，你心里安安静静的，他处理问题啊，非常得体。心一慌乱，一慌乱就没智慧了，没智慧了。慌乱最容易犯错误，对，就是做事啊不得体了，是吧？心散寂静啊，但是这得大菩萨呀，得无着无法懈怠心，才能达到心散寂静。心缘一境，自有一个境，什么境呢？无境，
无境界的境界，心源无境界，一切境界啊，它是假象，假象。嗯，这时候把你的心散分别，散难住。散别。散分别就前头所讲的，色身分为心，就是一切境界相非常为心，因此你的身也非常为心，身所住处非常为心，非常为心，这叫散分别。散分别，但是主要是无常、空的、无我，你要这么样的理解，心善难住，这样呢，渐渐才能进入普贤行，就是普贤行。以无作无法谢多仙，住菩萨智，必须得有智慧。菩萨智是什么？咱们再翻一下啊，梵语菩提萨埵，咱翻觉有情。菩萨产生的智慧，就是要觉悟有情，因为觉悟有情，菩萨产生了大悲智慧、大智智慧、大慈智慧，大喜智慧，有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就是四无量心。这四无量心呢，菩萨住在四无量心，完了再住到十度上，思界引进禅，慧方愿力智，十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就是菩萨的智慧。菩萨就住在慈悲喜舍上，住在四无量心上，住在总的说吧，住在普贤菩萨的法门。普贤法门就是菩萨智慧所在，永不懈怠，懈怠就是精进了。以这个智慧能知道一切众生，住取六道轮回，这个众生包的六道轮回，被包括圣人，取就是取相，他造什么因，受什么果，受什么报，但是果报中间错综复杂，非常危险。哪个先成熟啊？他一生造了很多的业，哪个业先成熟？菩萨能了知，他哪个业要成熟呢？先转变他要成熟这个业，把这个业降服住了，降服住了，业是作用，把这种想让它转变一下，就咱们把它转变什么呢？我说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那股力量有什么相当的大，把以前所作暂时停住了，让它不轮转，让我这个业突出，先把这个业成熟，成熟业再继续修道，你在力继续转，这非常危险，是吧？众生生，众生死，甚危险。咱们就知道，死狠，一口气不来，或者是各种死法不同了，很危险。什么业出生的，他这个死了，不是说命尽了不就死了吗？汽车撞死命尽了，战场上双边打仗，一死几十万人，都是这时候命尽了。这在咱们大家学那个药师经，佛说有九种红死，不该死死了，那时候人家没想说另一种因缘，这个很危险的，叫他死了。死是很危险的，生呢，生也很危险，错投胎了，投胎投错了，不该生出，他生了，就投错了。佛都能清楚，这佛的实力，这是处非处，他不该生的地方，他也不该死这个地方，生死的根本就这样。还有众生住，
社会性，咱们要找个房子住，得有缘，且找不到你，是吧？说住在这个世间，他生在中国，他可长到美国，生在大陆，可长到台湾。那小孩时候，父母逃难把他带去了，带到台湾去了，他就住在台湾。生住这是很危险呀、啊。一者前生的业，二者再加现实的缘。就连住个房子，如果你懂得这种道理了，有一定因缘的。你在这该住三天，你想住四天办不到，到三天非走不可。缘尽了，缘尽就得别离呀、啊，再想多住一天不行的了。但是这种因果非常危险，什么出世的？业呀，业怎么来的？迷了，起惑了，不知道啊，那就迷了；知道就不迷了。生住异灭，生老病死，非常危险。咱们看见呢，好像是很简单，因为你粗糙不认识，不认识不理解呀、啊。死就死了吧。活就活了吧，他死了他又活了，他已经死了，死了又活了，他就还阳啊，他不是还阳，命还没尽，这里头很危险道理。这里故事很多，故事很多，现实的生活情况很多很多。众生品类甚危险，众生境界甚危险，同时人我刚才讲到了他的品质，人有贤人、圣人、愚痴人，有智慧人，那要讲社会上的现象，工人呢、能人呢，这是几大类了。现在的工人种类可太多了，现在分类分得详细得很，就是品类了，一类一类的不同。同是人，人跟人不一样，众生境界，每个人所遭遇，简直说遭遇吧，他客观的现实，外边那些环境，这不是人所能做得主的，这非常危险。众生行，就是行为说的作用，众生取就是领取领纳的意思，说攀缘。这攀缘那就多，这些大家都能明道，用不着这么解释。这一切啊都很危险，不是粗糙所能了解的。说这么多危险众生不了解，菩萨呀无作无法亵渎心，这个菩萨行道行普贤道的时候他都能了解，在这危险当中他都能了解。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